我们来玩猜猜我是谁啊？我们先拿一张牌。好，你先问还是我问？你先问吧。你的那个是不是红头发？不是。那我就把红头发的关掉。好，你的那个是不是白头发？不是，不是白头发，你把白头发关掉。好的，你的那个是不是戴帽子？我这个不戴。那我猜出两个。那你的是不是蓝眼睛？是的，是蓝眼睛。嗯，那我们把不是蓝眼睛的扣掉。他不是，他也不是，他也不是，他也不是，这个人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然后他也不是。好，到你了。你的那个是不是蓝眼睛？我这个是的。好，那你那个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女不是男生。男生，我把女生扣掉。好了，到你了。那你的那个他是男生吗？是的，是男生啊。我把女生关掉。那你那个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？年轻的。年轻的，我们把年老的扣掉。年轻的，哎，好，到你了。那你的那个是不是有胡子？我这个没有胡子。好，那你那个是不是有胡子啊？我这个没有。没有，没有。那你的那个他是不是光头？啊，那是不是对上了？是这个吗？不是。